全国目前疫情进入三级警戒，所有活动全部暂缓。不过，葫芦墩文化中心为了让民众在家也能欣赏到艺文展览，推出线上观赏平台，透过镜头可以看到有不少在剧场中才能看到的舞台、服装以及道具等等，这些一次都能在网络上看得到。很多小朋友看了十几年，他其实有点不理解。哦，他觉得很好看，可是他想要更想知道《好酒藏秘密》有什么样的缘起，然后为什么导演当年有这样的想法，然后每一集那我漏看了哪几集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来一个《好酒藏秘密》的一个历史，然后介绍每一集，然后介绍里面的妹妹嘎嘎，然后介绍导演的想法，然后哦他们会更了解他看过的这些儿童剧。葫芦墩文化中心表示，疫情严峻，许多人都会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活动，因此把现场展览转为线上观看的模式，让大朋友小朋友在疫情当头也能够增添生活乐趣。而首场就以大小朋友都熟悉的打开剧团好酒茶的秘密亮相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展览大家只能到线上看咯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道具还有服装的影片哦。刚刚介绍了非常多很酷的道具，还有很漂亮很美丽的衣服。主要是呢，像这次的这个展览，因为为什么会结合影音，是因为现在人的口味它其实不止文字跟图片，它会更希望看到一些会动的影像，所以我们这次会结合影像这件事情。透过线上展览，除了在乏闷的疫情时期增添乐趣外，还能更加了解每样戏剧中的道具制作背后的故事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脸书搜寻艺游展剧场，在家就能够了解剧场里的大小事。